开始。我还下载个节奏医生好了，音乐跟节奏游戏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那个道门啊。按空白键开始，好，这是一开始是不是？第一关是不是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等一下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懂了。不是这样吗？我还是搞不懂他前面那个。哦，我的评级 D 加，这样过关了吗？过关了，没有，我刚刚有点不太懂，他是要照原本的，还是他加快的时候我要跟着加快啊？欢迎上场实习生，这是第一关的魔王是不是？很难吗？我看画面，我有看画面啊，我是看着画面玩的啊。我有一招叫做放空，就是我可以看着画面，但我其实没有看着画面。这很简单啊，干这哪里很难？啊，你们怎么说我要卡关了？我知道了，你们又是那样，每一关都说很难，然后要卡关了。来了是不是？好，来。
哦。什么啦？看不懂啦。我有听啊，我根本不在状态。什么？我根本不在状态，我很认真，好吗？啊？这个就开始咖啡厅了，是不是 ？Get set go。哪里错了吗？哦、oh! ，哦，我大概懂了。我都慢半拍欸。哦，我知道，继续。我下一下一下。哦，我懂了。我都按错了。You're fire. Get set go. Ready. Get set go. Ready.哎呀 ！Get set， 他那个拍手很鸡歪耶。And stop. D plus. 咖啡要慢半拍按，什么意思啊？听不太懂。他不是拍手的那瞬间要按吗？但他很烦，他一直在那边 ready， 他干扰我，一直在 ready。D plus， 怎么又是 D 啊 ？C plus， C， 我又进步了，我是不是进步了 ？D C 了，再来是 B 了 ，B 就过了，对不对？稳住！哎，怪怪的。B plus，
还好我没有用的很久嘛。欸，真的不能讲话，一讲话就一讲话那个节奏就会掉了。咖啡厅过了是不是？好，我先尿个尿。